虽然在别的地方都还好，但这个地方是最多的。去喝酒啊，去吃饭呀、啊，去吃海底捞啊，去吃夜宵啊，出去什么打个本啥的，我全部都是有。反正就总有人就是能认出来，他们都干嘛都听我声音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操，你这声音很像那谁谁谁。”我的声音是他妈最有辨识度的。还有很多就。我长得线下长得也看得出来的，也看得出来。我没有开啥美颜，说实话，没开啥美颜的。妈搞个不灭上来，恶心人！你的每一条分岔路都通往火焰。你好装啊！撤一下，撤一下，前进换血换不过。前期换血换不过他，算了，打不过。谢谢曾经那个少年的续费的超分 plus， 谢谢。喂，扛塔了吧？打野来了，跟他对 A 一下。我觉得可以啊，漂亮，好装。那小火龙被对面选了，本来我想玩小火龙的。扛小兵吧，哎呦，你还不简单呢，你刀挺快的，他兄弟们，他刀还挺快。完了，哎呀，坏了坏了，为了三层掉了我十二层血亏，血亏呀、啊！我干，凡系即是罪恶，所有东西都将得到审判。真不想打你，断 Q 了，断 Q 了，断 Q 了。回吧，先回吧。我家补个装备，这波六级直接把他单杀了，买个装备出来杀他。这波他只要敢出来就单杀。
来啊。这个分段还会玩刀妹，莉莉亚在草丛是吧？来棒子，阿罗斯，我不会打不过他吧？我操哥，给个机会，我刚打得过，再来一棒他就死，但他这波的有队友没办法，刚一棒子他就死了，我干了，搞这么多人，还行，还行兄弟们，还行。但错过了一波单杀他的机会，这个大招基本上是必杀的，没有把他杀掉，还是挺伤的。回吧，回个钩子回，杀他一波再说。他的四层被动掉了，装什么？直接加十二，哥们是征服者狗头啊！你以为没伤害吗？还交了个死亡神，再把他买水银血。先不吃塔比吧，下一波我们再吃。下一波再吃，下一波再吃。我就这么稳，兄弟，我就这么稳，就这么买，就这么买。水银鞋在手，他们现在抓我也抓不死，主要是先买水银鞋吧。先水银鞋，这样没啥压力了。炮车，炮车，炮车，漂亮！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换线了。
就这样抓，没事没事，杀了他就行。搞什么飞机啊？他们两个搞什么飞机啊？力量还有大没大？这波说实话能操作他们俩，他有大为什么不早点大我呢？说实话我当力量没大的，因为他有大肯定早就大我了呀，为啥不大我呢？不过卡牌没双了，没双下一波随便杀他了。有大不早点大我，我的大招要尽量留着来吃这个塔皮。对面六重啊，好小子，还卡线呢，还卡上线了，死不死？真受不了，兄弟们，我必须要把他干了，烦死了。还行还行还行，怎么说啊？我靠，我无尽之刃嘛，395的移速，现在 W 我看看，5秒有5秒钟的真空期啊， CD 还是不够。385 395，这人还会卡线啊，又把线卡在这，等他出来，等他出来，出来的话我们两个 W 应该有希望杀他。OK， 他们的奔波是为了在一个傻瓜的天堂里生活。绝望。Nice， 爽！卡牌是不是有大呀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有大。哎呦，没吃到塔皮，挺可惜的。没吃到塔皮，挺可惜的。还买了一束装。来一棒子，还出来，那来两棒子吧。帅，爽！哇，他这个护臂加扔的毒具弹度真有点高，我说怎么敲他有点敲不动啊？
这么硬吗？这么硬吗？这把我需要移速走，就对面挺能拉扯的，控制也多，减速也多。走吧，这把对面猫咪，猫咪还行。你的每一条分岔路都通往火焰。肯定先买个振奋喽。阿萨 K， 哇，是漂亮。哇、哦、可惜可惜打这么激烈吗？心智刚到没？装什么啊，小刀妹！小筒子，看他懂不懂事啊！我不吃，看他懂不懂事，是吧？我也不抢，懂事我就吃，不懂事我就不吃。
走吧走吧走吧，行，我下一件买的啥？对吧，买什么装备啊？这一局这一局还 真有点不知道买的啥。追，应该走不了。续上征服者。这个减多少护甲？减40%护甲吗？有点多啊。这一技能减到40%护甲，有点夸张啊。对面控制多，不任性。厉害，过来刷熟人了吧？我破败还要打我，有点疼啊。还行还行还行，下一波先敲刀妹了，先把刀妹敲了再说。刀妹打我挺疼的。刀妹打我挺疼，这破败加海妖有说法。瞬间稳点稳点都得稳点，这太激进了，这都太激进了呀。打大龙吧，算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哇！ Enemy killing spree.
火龙估计都要有斩，应该有斩杀了吧？这火龙。装什么呀？你狗爷爷你都敢装？再来把蒙多，行，再来把蒙多打两把高分段，好吧。怎么补着补着全死完了？大家，怎么回事？我要操作一下了，操作一下，这一波我可以死，兄弟们，我想操作一波。成型了，火龙成型了，操作不了，操作不了。这火龙，这踏了我1000多的真伤啊！顶不住，顶不住。火龙加猫有点限制我了，兄弟们。没有小火龙，我觉得应该是行的啊。没有小火龙可以，这把刚好是个小火龙，这真实伤害烫的有点吃不消。出穿甲，出穿甲，真的出穿甲吗？出穿甲应该是出塞洛尔达吧，但是我觉得他有个E技能减45%的护甲呀，他E技能自带45%的护甲穿透啊，是吧？再升一级减少50%护甲呀。小火龙真的成型了，随便顶啊。